你有看到啊？男子一个不稳，从屋顶摔落地面，他想要躲避警方查缉，异想天开，自以为是武林高手，丢倒民宅屋顶上。你会到一道？来，我叫你啊！警方大声呵斥，叫他束手就擒。你卖叮当？哪里去弄白龟？想去夜光关？想去夜光关？原来男子在街上见到警方，拔腿就跑，反而引起怀疑。而且招上啊！男子明白跑不了了，攀着屋檐要跳下来，不慎惊险跌落。你有看到啊？没给我跳。没有，他跌哦。他去跟后边。何林该名男子下了，嫌犯自知难逃法网。 自行从屋檐跳下，警方一查，果然此地无银三百两，男子正是毒品通缉犯，依法带回派出所侦办。记者朱敦勇、吴怡萱机动采访报道。我是刘家，我喜欢与您分享地球大小事，最新时事、国际脉动、财经动态，还有气象资讯，最接地气的新闻台，让你重要消息不漏接。聊天的话题也不脱钩。当然，更多新闻，请锁定中视的 YouTube 频道。 记得按赞、订阅、分享，还要开启小铃铛哦。